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李和平友阿德，这位是信腾，没错，这是我的好朋友信腾。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我们的化妆间。为什么要来专属化妆间？对，因为我们是艺人，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化妆间，还有自己的衣服。上节目又有一套那个帅气好看的制服，哪里帅气哪里好看？就素素的很好看。好，对，就这样的一个。有点旧。那我们今天呢是来到这个地方要干什么？录影是这样啊，不然怎么会在化妆间？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是来参加苹果日报的节目录影，一个素人访谈的一个节目。那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有关于好友类似容忍度的一个容忍度的一个考验吧。那到时候录影的内容呢，我会再把它剪到这个影片的结尾。那先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目前所在这个地方，一个摄影棚，然后这是我们就是书画的一个地方，其实不大，我就绕一圈给各位看一下了。哇，就是一家，然后杂物，然后你是心疼，然后呢，绕一圈呢就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位置，其实也没有什么啦。其实他这个拍摄每一次都还蛮简单的，像我们之前来有就是 MV 啊、老旧歌曲啊，还有大家都会做的的那一些，啊、对，都有。那我们听说今天可能也会有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要好朋友的一个容忍度大考验。今天是欧美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待会还会有什么东西吧。哇，那既然难得来到电视台呢，就跟各位环绕一下电视台里面到底还有哪些东西呢？那其实电视台的那一些走道里面呢、啊，都会放一些很多道具，你看这些道具的背板啊，或者是一些门框啊、窗啊等等，有很多拉杂杂的东西，所以会成就一个漂亮的摄影棚。我转个面向，这里有什么东西呢？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小厨房可以来这边喝咖啡，做个泡面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可能也只是道具了，也不见得是真的，因为里面也没东西。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一下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哇，那我们现在就进来了拍摄的现场啦。阿信啊，举例的说衣服穿不一样。对，那我们呢就是一天会拍两集，然后就是会布置一些家的感觉，一些可爱的感觉，就这样。然后那边呢有简易的书画间，然后这边呢有阿信，那我们一样就是一个耳机，那边呢有一个画面让我们看，然后我们就是直接实际讲出我们真实的反应就好了。最自然，最自然的反应，最自然的反应，最真实的感想。你是因为这一幕喜欢他吧？我们看的是内涵，然后他武打片好像也是红的，不是脱光光，没有永远都在脱的啦。但是你看到的那个是电影中的人，又不是实际的人。我实际生活当中，我当然是要一个漂亮的，我要阿凯瑟薇，谢谢。看麻吉反应，每周三播出。麻是哪个麻？三小的麻。哇，那我们今天呢结束啦，那我们要离开了。那谢谢这位大星，那来过来。那我们今天就拍摄完成啦。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每周三也可以看一下，看麻吉反应。哇，那今天的摄影棚巡礼大家是不是？在录影啊，对不起。给我挖鼻屎。今天摄影棚的巡礼呢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呢，请记得按赞、订阅、追踪、分享，也可以追踪信腾的粉丝专页哦。那阿德带你去呢，下周一晚上再见喽，拜拜。